他的部队，恐怕他会忘记我们的盟约，转而对付我们。我明白你的意思 ，Phoenix， 我真的希望他是诚恳的，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奢望。不过我相信，至少在对付地球联合理事会的事上，他是认真的。唯一的问题在于，他赢了之后我们会怎样？要我说，他完全不可信任，但是只要他能帮我重掌可汗，我愿意跟他合作。 闭嘴 ，Arcturus！ 如果我想听你那该死的建议，我会先把你揍个半死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是你把他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Kerrigan， 你的部队已经按计划准备好袭击可哈了吗？快了，但是我还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源来建立我的主巢。我希望你们几位不介意帮我点小忙，去弄点燃料来吧。 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，说说看吧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一趟凯莫瑞安联合体。莫瑞亚是这个星区最大的矿产基地之一。如果你们能穿过他们的防线，并从那里偷到足够的资源，我们就能对可哈发动全面进攻。风险很大，但我觉得还算可行。Phoenix， 你要一起去吗？如果能增加获胜的机会，我愿意带头发动攻击。 很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你觉得他们有所怀疑了吗，女王大人？当然，他们也不蠢，杜然。只是他们宁愿选择与敌人的敌人为伍。不过，他们猜不到将要付出的代价。脑虫，你去尽可能多地感染人类的指挥中心。 疲惫的老人 ，Phoenix， 虽然我是比你年长368岁，但不要就这么认为我老了，年轻的 Reno， 我还可以，你们人类是怎么说来着？把他们通通干掉！你看，果然，警官，有何要求？ 记住，脑虫，我们需要至少10000单位的水晶来维持主巢的运作。没有这个数，就别回来了。
我仿佛被遭到攻击。
化完成。进化完成。超级遭到攻击。
攻击。贪婪所带来的动力了。
不是这些小任务，我还向往着年轻时那些史诗般的战斗，能与我的心灵同胞们再一次共同作战，啊，只能让时间来为我们诉说一切了。我不会遭到攻击。
将返回塔桑伊斯。